泰国的。是泰国的水果，是我哥哥去泰国 Seven Eleven 买的，然后我们来。这个很简单，可以沿着线走，可以这边。模型，嘿嘿嘿，让大家看一下模型。模型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一个，那是什么？还一包。这个是。应该是饼干吧。对，小饼干。好，接下来先把这个放到热水里面。放到热水里面，等它变软吧。那我去把。现在软的吗？软的，我先把搅开。好，我们来开始把它剪开。接下来我们要把它挤到模型里面，你们可以自己搭配颜色，先挤一点进去哦。好，我们都磨好了，可是好像不是很成功。没关系，接下来要来剪开这个。要装饰了吗？它对，就是蘑菇的根根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就是小饼干。像一个骨头。我看一下，给大家看。哎呦，真的有点像。好，那你用每个插一根到中间去，插到正中间哦。出一点力气哦。现在我要把它倒出来，把它脱模。下鼓呢？哎呦，一个下，哎呦，两个下，哎呦，其实比想象中的好了一些。它的膜蛮软的，你从后面推一下就掉下来了。好，你们把它摆好，让大家看一下形状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你刚刚混的三色。它的颜色好像都会跟来跟去，没有办法很均匀，所以像这种只用一个颜色的，看起来就还不错。好像甜的，不像甜的。那这个是混了两个颜色的，我看不太懂。好，接下来每个人选两个，试试看吧。试试看，这个好吃吗？好吃。蛮甜的。蛮甜的巧克力，饼干，超级甜的巧克力，甜，但是味道还不错啦，就是台湾人吃起来会觉得有点太甜。那小朋友觉得嘞？巧克力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太甜？有点太甜的，如果很甜的话，这个要配。这个就是要属于那种要配茶或配水的那一种的那种甜点。我觉得这巧克力地瓜很好吃，然后它的感觉是有点很甜，要配茶或水茶，然后
自保。台湾的